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。请翻开慈悲菩萨行，那我们不可能全部读完，但是希望各位回去以后能够把它全部都把它读完，因为太重要太重要。请翻到85页，诸法集要经，大家来念一下。虽然四句四句都很简单，但是各位多去思维，佛教是心灵的教育，开发我们的佛性，佛性就在我们内心当中。一念不生则大悲生，一念不生则佛性生，一念不生则般若生。那既然佛性在我们的内心里面，如果我们的内心起心动念，那就看不到我们的自性智慧了。所以如果我们内心升起大悲心，那佛性马上就展现了。所以为了如此，能够记忆一些很好的偈颂来引导自己的心，也千万不要成为心灵的奴隶。我们要引导我们这一颗心，当然心有贪嗔痴的烦恼心，内心里面有清净的菩提心，但是不能一心两用。当你升起真正利他的菩提心，贪嗔痴的心就不容易起来。当你升起贪嗔痴的时候，这个悲心智慧就起不来。所以所谓的禅宗参话头，乃是一心念佛，就是要透过你的内心，当你转念去利益众生的时候，意念佛陀的功德的时候，内心就清净。所以一念佛号消灭百千万亿劫生死轮回重罪。所以我们的内心里面能够去思维这些佛法的道理，佛陀说什么，那你内心就很容易转念。所以能够思维法义乃至一句句颂，都有无量功德，叫恒河沙功德。所以经典里面有这么多好的偈颂，各位呢多读诵，乃是哪一句话最相应了、相应不是针对你自己，哦，你儿子有什么心态，这句话对他很相应。你先生有什么样的心态，这一句话偈颂可以去对治他啊，让他升起悲心而消除嗔恚。所以为了更多的众生，那我们要如何去了解更多？学佛就像要赚1000万美金一样，哇，太快乐了，我要去赚1000万美金啊！所以动机很强，那这个动机是一种菩提心，为了众生，为了解脱。但是世间的快乐就赢不起你的动机了。就像我们出家人呢、世间人还没出家谈恋爱赚钱会有动力很强，但是出家人对这个就没兴趣了。
向各位在供养生前，虽然是红包，我们看得很法喜，随喜功德，对不对？生前可以安心办道，在家居士可以修大福报，太好了。但是如果去赚钱谈钱，那就没意义了。所以各位要知道，什么是我们要抓住的，什么是要我们要放下的，所以世间的这些执着要放下，但是呢，菩提心、慈悲心的智慧要升起来。所以诸法即要，以前我们念过了。所以所有佛法的要点叫诸法，诸法即要。那这一，因为我们谈慈悲，所以这一品叫悲悯有情品。那各位要多读诵，因为这样我们的悲心才会起来，我们的嗔恚心才会消除，而且把贪可以转成对众生的慈悲啊。所以呢，多读这种慈悲的法语，让了自己的心朝向慈悲。就像各位刚刚放生，你过去看那几只鸡，内心有烦恼吗？没有哦，鸡好可怜哦，我们能够救它，好欢喜哦，这些鸡很有福报啊。这个就是善根，因为你看到鸡的时候，不是说哦，鸡叫后叫哦，你没有那个坏的想法，所以看到那些鱼，看到那些海鲜，各位刚刚去投烟供，嗡啊吽，我欢喜哦，哇，上供下施，上供诸佛六道有情，祖先超度众生离苦，嗡啊吽，很有意义啊，所以今天整天。大家都很快乐，浴佛、绕佛塔、点灯、供水，忙得共生，对不对？今天那个中午好不好吃？忙得慈悲的斋食这里面没有好不好吃吧？反正就是一个吃素嘛，对不对？一个慈悲嘛，想法就不一样了。所以就像各位要来参加法会，快不快乐？快乐啊！所以这感谢天公。今天天气很好，凉凉凉凉，再过几天又要下雨了。前几天又下雨了，但是我们要办法会，提供说暂停，太阳不能太大，风要有点强，所以为什么你的心好，世界会不会跟你配合？一定了，心清净则法界清净，对不对？今天你心慈悲清净，则众生清净。我们心清净慈悲，那些往生者就超度了。所以超度冤亲债主，不是我帮你写牌位，而是你的清净心、大悲心。牌位只是一个实践慈悲跟忏悔的一个方法之一。难道没写牌位不能超度吗？不是那个意思。那牌位是我们华人的习惯，并不是一定要这样而是说你有一颗惭愧的心、清净的心。对冤亲债主有一个忏悔心，而愿意为他广修功德，希望他成佛啊，不是把他赶走。哎呀，你跟我在一起啊，你痛苦啊，我对你不好意思，我功德不够啊。如果我是佛陀，你来跟我好了所以你才会离苦啊。所以我现在啊，我跟你忏悔修功德，我引导你离苦得乐。所以我每次问人家说那个超度了没有，我都不敢的，我都问说他离苦自在没有。我绝对不敢问说他离开了没有，我不敢问这个话，一点点排斥他的心态都不敢有，不敢有有时候我会问他去极乐世界，我这样问他是不是跟我爸爸妈妈一样去极乐世界了，让对方感受到说我对他把他相待成我的爸爸妈妈一样，希望他跟我的最爱的父母一样能够去快乐的地方。对方这个感受重不重要？所以。我就对他很慈悲，他只是像我们抱个婴儿啊，婴儿你抱在手上会有一点酸的，但是你心里很温暖的，很温暖的，你要这样来表示对他的爱、关怀、慈悲，所以各位，你拿起冤亲债主的牌位，你要讲两句善言、柔软、好听的话，好不好啊？你们说你看古龙没超多奇怪，老菩萨弄啊呢？每次问他，你会超多，我们下就顾啊，你忙合掌，哎呦，拍谁啊？我叫啊，你老母拍谁哦？你看你讲心肝叫，你们就跳开，哎呀，我对不起你啊，我对不起你，我都没了解你，你敢哭拍谁？所以我就往边好好啊修行哦，
哇，做工地哦，哎，我给你忏悔哦，替你点灯啊，替你洗佛啦，给你9000预备啊，啊，你没有对他这个惭愧心，然后你只是我念经念那么久，你都不走，啊，那你这个心态他就不能接受你的忏悔，那你这个心态没有很圆满，他也接受不了你的功德，他不想要接受你的功德，对不对？所以，我想各位，我们自己的这种惭愧心，跟对他真正的关爱心，这个是超度最好的方法。那最好的方法，当然，如果我们不会讲这么好听的话，那就给他念经典嘛，对不对？经典是佛的大悲的语言啊，圆满的语言。所以我们给他念心经啊，念往生咒啊，为他施食啊。所以，但是你要记住说，是因为我要表达一种报恩啊、惭愧啊、慈悲啊。因为我做的没有那么圆满，所以我来念这个经啊。所以在这一点，各位永永远远要记住，特别气概不好的人，什么叫气概不好呢？就是傲慢啊，讲话苛刻、傲慢，你很容易气概不好。腰不好的人啊，就是因为喜欢做，压力又大，喜欢做，承受这个压力又谁谁凉，这样。所以，那你就会去反弹到自己，所以你要甘愿的去承受，不要有压力，痛就不见了。不然你就边做边念，很痛苦啊！很多做女人的，然后呢又要爱又要念，你看啊，她又放不下，所以呢自己情绪不稳定，所以就造成身心不稳定。好，所以回过头来，正确的心念。讲出最好的佛的话，啊，用佛的心念出佛的语言，能够展现出佛的行为，那叫念经吧。所以至少在念的那一刻，你要很认真。比如说你在念心经，要无所求的，安住在空性，愿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愿所有众生离苦。所以这样来为他们念心经。所以我认为佛法是在用。以一个圆满的心态表现我们的语言、态度、行为，对待众生的方法，就像刚刚看到鸡呀、我看到几位一样合掌，我也合掌，对不起，过去啊不小心一直杀你吃你，把你当做一个好吃的食物，看到它就很亏欠，很亏欠，所以。以这个亏欠心啊，我们能够救几只就救几只，希望他吃得好、喝得好。所以我特别请他们仁波切要回去了，我说仁波切慈悲啊，慈悲，我带你们啊，我们一起去跟为他们念念啊，结个缘啊。所以任何生命都一样。那我认为我这个动机至少对往生的机一定很快乐，对不对？后来绕完了以后。哦，找仁波切，来，我再带你去绕到往生坛，再好好给他介绍一下。我们汉传天天摆坛城呢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坛城。藏传的坛城是本尊，哇，好庄严。我们汉人的坛城是三恶道，啊，用这么漂亮的好吃的食物，摆一个庄严的食物，甘露坛城，啊，要让他们吃得饱饱的快乐。仁波切就在笑啊，我说这个可能汉传跟藏传可能差在这个地方吧，啊，我们一切都是为苦难的众生，啊，因为苦难的众生对我们来讲就是未来佛，啊，所以这个汉传佛教的福报大一点。当然仁波切给我解释，他说我们藏人没有这么多好吃的了，所以没办法了，啊，所以当然。无论如何，所以我们有福报哎，这么多好吃的啊，所以又可以利益众生。来，大家一起念一。为生与意业常与善相应，显示三恶道，引至令处理。所以我们修行故意的，要让自己生与意，就像娑婆万斋戒，常与善法相应，这样呢。来让三恶道脱离他们的痛苦，三恶道就是身口意不圆满，所以畜生道是意不圆满，身也不圆满，鬼道
那牲口更不圆满，那恶鬼道和永远在地狱在受苦。但是我们自己如果能够生于以善相应，乃至以佛相应，那我们用我们的功德，我们的光，就像我们点一盏灯，用我们的意把这个灯显现成为一个极乐世界的光，愿他们看到所有十方的净土，引之令出离。所以行菩萨道，各位要知道，原来我们的身体可以展现这个力量，所以身体要持戒啊。你的身体如果戒律守得好，你的语言念佛诵经持咒，你的心安住在悲心菩提心，那你当下就可以转化众生。所以依止，什么叫依止？就住的意思，要安住在悲心，住在示范住。所以就像早上仁波切讲了，归佛归法归僧，要依止三宝，特别要依止在法宝。所以要了解四圣谛，要了解十二因缘法，千万不要依止在无明，依止在苦的因，无明贪爱，要依止在道谛，生死的修道才会达到灭谛。所以这样才可以脱离痛苦。所以依止就是说，一般人是依止在贪嗔痴，我的脾气，我的个性，但是菩萨要依止在悲心，不执着死，叫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只依止在悲心，不能因为金钱，因为脾气，因为一些利害关系而伤害了悲心。所以如果依止在悲心的人，能去即灭乐，很快你就会进入平静涅槃的快乐，悯念诸众生。所以依止悲心的人，怜悯想的所有轮回众生的苦。所以众生的本体都是空性，但是所有的众生都在无明的状态。所以各位要像对方越无明，你要越爱他，越关心他，如母爱己子，妈妈不会舍弃儿子的。所以众生再怎么样的痛苦伤害你，你还是悯念他，与有苦众生寻求而救护。所以这些三有轮回苦众生，我们要主动的去找出他来救护他，鬼去上蒙佑，得生于天去。所以我们做个那么少，大家都能上不来上不来，念一下恶鬼升天啊，撒个甘露水，恶鬼升天啊，念个 Om Mani Padme Hum， 那个念个阿弥陀佛啊，除了升天，愿他能够往生净土，鬼去上蒙佑。所以连恶鬼道都得到利益了，何况其他众生得生于天去。所以佛陀教我们用悲心去做一切，就像我刚刚讲了，我们要超度冤亲债主，就依止的就是一个悲心啊，对他的惭愧心、报恩心、悲心，所以而为他发起了一个菩提心。所以把悲心变成责任，就变成一种菩提心，然后不离开菩提心的来为他。所以我想各位，菩提心不是我在念佛才叫菩提心，你要念成你的任何一个动作都不离开慈悲心，所以不离开菩提心。所以汉传佛教要我们上个厕所、洗个手、穿个衣服，都在当愿众生啊。所以各位早上如果从台北来，你从台中来，你从新竹市区来，那你的车子在走的时候，或坐在车上的时候，你要这样一念，当愿所有开车平安，车子两旁的、道路两旁的、房子住宅平平安安。我们从台北来还看到一些坟墓啊，所以愿这些坟墓都能够得到法会功德。如果有方便的话，撒一点甘露水，撒几颗米，就像我们今天在救护那些生命，那鸡一只300元，所以来当愿所有鸡鸭鹅鸟类众生同享功德。所以我想人类的聪明，但是却忘了众生的痛苦。所以各位呢，要经常依止悲心，内心就没烦恼，能去即灭乐。但是进一步悯念诸众生，如何让他们离苦。第三，若具足悲心，爱念诸寒事，
是名大丈夫，人天显恭敬。大家要不要做大丈夫？所以菩萨叫大士。有一部论，各位一定要看《大丈夫论》，专门在写如何做菩萨的啊。所以各位呢，若具足对所有众生万事万法的悲心，爱念诸寒士，寒士就是有情众生，你有意识的就会轮回痛苦，我们要转世为智。所以爱念所有有情众生，这个人呢是名大丈夫，世间的人天神永远尊敬供养你。所以各位，你千万不要怕没钱，怕没福报啊！不要每天这边设计钱，讲那个讲那个，不分在家出家。如果你具足悲心，都在帮助所有众生，那天人世间人都会想要亲近你，供养你，你才是真正的菩萨大丈夫大士。所以各位要发愿，愿自己无论如何被打成肉酱，都不生起嗔恚心，不生起排斥的心态，好不好？要这样发愿啊、哦！你千万不要说我现在很好了，你不要惹我就可以了啊、哦！所以菩萨不能如此，哪怕自己剁成肉酱了，抽我们的筋骨，慢慢抽，你就慢慢叫，慢慢喊，慢慢死，都还不想恨对方。我发觉有一些人不高兴，他就脸就刷下来，然后就走了。我歪叉你，我手机就把你切掉，啊，不跟你联络，这个都是一种嗔心的表现，那你就没有资格做菩萨。如果你受了菩萨戒，那你就破菩萨戒了。菩萨最大的重戒就是嗔恨众心，嗔恨别人，排斥别人，千万不行。所以这个具足就像大地装载一切一样，就像虚空容受一切一样，包括对你身上的冤亲债主，你也要具足悲心。哎呀，是我对不起你，你在受苦，我居然不知道啊！哦，这个怨气很重的，哦，杀业债主，哎呦，让你心脏跳，让你可能要开刀了。我老实讲一句话啊，今天你要超度一个冤亲，如果你的动机是因为我很痛，所以我来帮你念经写牌位做功德，这样没有用，因为你还是自私的，对方感受不了你的悲心。这个时候你是因为你很痛，所以我所做一切的希望你离苦，根本就忘了我在痛苦，这个才叫悲心啊。你有听到我，请分析清楚啊，请分析清楚。很多人在修行的时候是因为我，那这个最多是解脱道，他不是因为众生。不但如此，你要把你的苦转为众生的苦。所以哎呀，做女人好苦，因为你做女人，所以你每天念度母啊，愿所有的女人现世安乐，家庭快乐，身体健康，或来世呢往生净土，乃至女转男生。因为你身为女人，所以你同情所有女人，不是为你自己，你为的是所有的众生。所以各位要这样转念来修行。所以冤亲债主想到他的苦，为他根本忘了自己的苦。如果是为了你自己去念经，就念几遍，然后我希望自己好，你还是这个念头，我为他念三遍七遍是怕他没离苦，而不是怕你自己没离苦。这一点请各位记住啊，不然的话我发现很多人把宗教当作一种交换。所以具足悲心，为什么要悲心？念一下知恩、念恩、报恩、起慈心，因为众生是对我们有恩的父母，所以我们念的众生的恩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报恩，我要让众生快乐圆满一辈子。所以那个时候你才容易具足悲心。所以无论如何对方跟你讲什么，这个冤亲债主都做过你父母，你对不起他，所以你才能够具足悲心。那这样你才会看得起自己，我是一个大丈夫啊！我敢牺牲敢死，我要承担众生的苦，那你才叫大丈夫。所以那这样天人玄恭敬，你要做到这样。第四，来，若人有悲心，则能持境界，如月照世间，光明常清净，能令诸众生
离愁不忧戚，是故于悲心毕竟常清净。所以我们亲近善知识，亲近佛陀，是为了亲近我们的悲心，找到自信啊。所以这里面说，如果一个人真实有悲悯心，他一定会守戒律清净的，因为戒律是保护他的悲心，不要伤害众生，如何帮助众生。所以一个持戒的有悲心的人，如月照世间，永远光明，永远清净，光明常清净，像十五的月亮。所以晚上十五的月亮能令诸众生离愁不忧戚，所以悲心才是消灾免难超度度众生的方法。所以老师说，我的师父常跟我说啊，我们出家人，你读了多少经典，你读了佛学院，如果你没办法让众生感受到你的悲心，你讲经说法，你念经，你拜忏，是一种悲心感受到，那就等于没有资格做菩萨。我师父一直跟我强调这个。但是卢须长老真的是具足悲心，他的手叫都算免手，我们这些弟子都知道，有时候他去摸女生的手，哦你好，他们说喜欢你师父怎么没有骨头啊，他的手看摸不到骨头，叫都算免手，又叫具足悲心。法正长老的手，这个手指头超过我一半啊，生生世世劝人吃素放生，我也是他劝的吃素放生。那时候我接受吃素，还没有接受放生呢。那这个手天天在抄写普门品法华经啊，具足悲心，他自然就有这种相令众生皈依。所以如果你能够具足悲心，你都不用讲话，就像月亮照到黑暗的世间，众生一看到马上就脱离恐怖忧愁，是故于悲心毕竟常清净。所以各位要永不离悲心啊，无论在什么状态，不要为自己想，为自己想你干嘛欺负我，我怎么没得到我的，为对方想，为对方想。就像我说，我们早上哦，仁波切要来了，怎么排，几点做什么，怎么方便，各位要具足悲心去想，怎么样可以让大家得到，每个人都得到什么样的利益，各位要开始想。你不能说我来参加法会，我就找一个我喜欢的位置坐着，其他我不管啊，等一下要分水墙啊，那这个就是白修了。所以我们希望法会有更多的总干事，更多的义工，更多的能够把法会现场做得更庄严的。我一直不放弃这个工作，我永远如何让法会可以加分，想办法在几点几分做什么。我知道我这个时间讲这个，各位会睡一半，正好睡，睡饱了再说啊。但是在法会睡觉一醒来，精神多好了，像打坐一样啊。所以但是随缘，只要大家快乐就好嘛啊。所以但是无论如何，各位要一直去想如何让对方更舒服。所以我已经练就了一套功夫啊，那个快往生临命中了断不了气很痛苦了，我念一念就再见了，放下了，至少空气啊，那免加油啊啊，至少要有这一套功夫啊啊。我想就像一个小孩在哭，你去给他握握手安慰一下，他就又睡着了，不哭了啊，至少他内心平静了。但是如果愿意听课的人，他没有睡觉哦，他就听到心里面去了，要么就两种了，一种睡着了，一种听到心里面去了啊，至少不会起烦恼。那这是什么力量？那叫悲心的力量，真爱的力量。所以我在这边千交代万交代，我们这个团体故意取名叫慈悲自业，我们这个生命电视台叫生命的关心，所以我很想把电视台的名字直接改成慈悲电视台啊。所以那是用什么名号
慈悲不行那就大悲电视台啊，那再不行就甘露电视台，因为现在生命电视台好像在送终的一样，走到哪里都生命事业，生命事业，我能拍谁拍谁啊！所以有一次我拿名片，生命电视台你们有在办临终？有，天天办，早办晚办，天天办，我们那边都是超度排位，但是他没有问要不要钱而已啊，但是已经被列为那一派的了。所以但是无论如何是为了慈悲，所以再讲一次，大家决心做一个永不退转大悲心的人好不好？哎，大丈夫，大丈夫，这是生命最大的快乐啊。第五，若人离出旷，以悲心庄严，是名梁福田，名称普周遍，由悲心普资，诸根无垢染，住清净正见，去菩提不远。经文好不好啊？太美了，太美了，佛陀实在是太圆满，翻译的祖师真是佩服啊啊，佩服。所以世间的所有的语言文字啊，什么小说啊，什么经典啊啊，世间没有比经典更美的，而且不但是文字美，它是诠释了人性的美啊，众生最美的那一份。所以他说，如果一个人离开粗犷啊，粗犷就是没有修饰啊，讲话粗鲁啊，行为粗鲁啊，离开这样子，而以悲心庄严自己，不是以钱财名位地位，出家人没有钱，每天穿的同样的衣服，但是呢悲心庄严最漂亮，可以说啊，一个最美的心啊，最美的外表，悲心庄严，是名梁福田。那谁跟你在一起，谁跟你做事，你就会让对方发财一样，因为你是最好的福田嘛。就像我们供养僧众，我们就认为僧众是人天福田，特别他们修菩提心，哎呀，真的是我们最好的福田。所以是名梁福田，名称普周遍，让大家都称赞你，让大家都讲你好话。所以修行要修到美名传播，就是要持戒，要慈悲，别人赞叹你，由悲心普资啊，因为这个悲心普遍的滋润，所以你的外表，你连一根头发看起来都好慈悲啊，诸根无垢染，看起来就很舒服。各位皮肤漂不漂亮？牙齿漂不漂亮？眼睫毛漂不漂亮？啊，要装一点假的，很虚伪。眼神也要庄严，皮肤也要庄严。一个悲心的人呢、啊，不管从哪一个角度看，都庄严。啊，特别是六根呢、啊，没有污垢，没有染浊，住清净正见。他知道，众生都是父母，众生都有佛性，只是因为众生现在在无明爱染，所以呢，生命的目标抓得很紧。啊，出离心、菩提心，啊，所以脱离世间的爱染，追求利益众生。如果能够如此，以悲心再加上正见的智慧，去菩提不远，到成佛、到解脱是必然的。所以各位经常读诵，那你会让你的心拉回来一个正念啊。那这些特别这些偈颂又简单。那我解释的不见得很圆满，但是我至少我有一个愿，知道了我就按照这样去做，这个方向绝对不要离开。第六，念家，若人具悲心，如诸天自在，具百千神中，用离比贫乏。好，所以一个人没有福报，贫乏，缺东缺西，那是因为没有悲心。这一次我去日本，我就一直观察，为什么日本人用的东西，桌子、椅子、碗筷，哎呦，都很严谨，都是很高级的，对不对？连那个碗，那个放筷子的，我们住几个酒店的，不是好酒店，我们去都故意住那个比较便宜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就觉得浴室牙刷，我们到别的地方牙刷，反正用一次的都是乱乱的牙刷，刷一刷像猪毛一样。那日本的牙刷，它只给人家用一次，真想带回家。
对不对？他的毛巾这么好啊，为什么日本人有这个特色，用的东西都特别好呢？记住哦，日本人只要看到人，他们一定这样用身体去恭敬对方，所以感应的外在的事物一切都最美的，这样了解吗？各位记住，用的车子也好，他们的药也是最好，他们的电器也是最好，对不对？到他们寺庙里面去，哎呦，每一样东西这么严谨，好像让我们觉得很羡慕。所以很多人，特别我们台湾人、东南亚人，很喜欢去日本，就很羡慕每一样东西，那个车子小小的这么精致啊，看起来这么方便，每一条街、每一条巷子几乎没有看到垃圾，因为日本人你丢垃圾，全部人都会批评你的啊，所以他们很爱面子，所以他们外表上尊敬别人。所以我在十字路口看他们两个聊天，业务员要走了，他们一定要这样，一定要这样，或两个都在这样，下回换我们了，只要见面都要这样，这样你腰就不会坏啊。所以这一次我要离开机场，他们几十个信徒来送啊，都在掉眼泪，我就跟我们法师说向后转，他们就转过来，我就90度，你大家都怕一下，我用日本式的讲，真实的跟对方敬礼啊，谢谢他们啊，谢谢他们。但是这种外在的行为就显现外在的福报，好不好？所以各位今天晚上回家第一件事情，老婆好，老公好，儿子你好，他们一定惊到，这是像嘎呀，这是日本人的优点，唐朝的文化。日本人还有一个优点，各位看过吗？他们那些脸画白白那个叫艺妓，对不对？他们嘴巴都画成这么小，我就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，他说我们日本人啊，连骂人都不能有声音，所以以后各位开始拿口红就画成咚咚咚，不然我们这些菩萨师父就到你，我跟你说我跟你吹一下大啊。所以各位，唐朝的人就是我嘴巴那么小啊，那讲话细声细声好听啊，这个都是一种儒教的教育，但至少他们落实在社会上啊。日本人的耐心，主管叫你去吃饭，吃到10点你都要吃，喝酒你要陪着喝啊，不然你永远没有机会，对不对？升官，而且主管穿什么你全部要穿什么，全公司没有一个穿不一样的啊。日本的小孩子没有一个人衣服会自己定做的，哎，学校怎么说全部人都这样，没有一个人会特别改着裙子比较短或身体比较紧一点，不然全部人都会看不起他，日本人是活在这种状态。但是因为如此重视别人的感想，所以呢他外在的世界感召了就很好，包括他们在插香啊，他们如何做烟供啊，看起来都这么庄严，他们做护摩啊，如果我们这一套火供给他们看，你会花给你们这边是垃圾场啊，你看空个听用丢的啊，他们没有办法习惯的，他们要做就什么都做得很精致，对不对？你一碗饭菜那这么精致，合菜这样啊，有规定的。那我想当然有它的约束面，但是它的表面那我们尊敬啊。所以简单的说，我顺便提到，希望大家修悲心，不然你这辈子没福报。不然呢，你如果有悲心，若能居悲心，那你像天人一样。所以我跟很多我们藏传的师父说啊，你们真的很认真在修仪轨论啊，辩经啊，闭关啊，修菩提心。但是呢，所以我刚刚为什么会提到我会带仁波切去看我们的坛城，叫慈悲坛城啊，因为我们是具悲心，对堕胎的，对动物，所以人类亡魂，你看我们布置的这么庄严啊，我故意要跟他们这样说，我们要学你们的上供修本尊，你们要学我们的下施悲心啊，这样合起来呢才可以福慧圆满，对不对？不然永远都是要接受我们供养，哪一天你我说你们要拿钱来供养我们好吧啊。所以因为我们具悲心，所以在显教的教育，所以我早上来跟仁波切格西说，请问你们有没有浴佛功德经？没有。我问仁波切，你今天浴佛
第一次这样。他不知道那什么意思，这是佛经里面写的呢，为什么藏传佛教没有？没有，我现在告诉你呢，有这部经，那你们赶快翻译，赶快看才对啊，这个才是学佛的态度。但是学佛不能傲慢，我这个就好了，我这个就好了，我不学别人的。那何况是佛法，佛法不分汉传藏传，在日本有真言宗、净土宗、禅宗、日严宗，都很专业啊。但是呢也是很可惜，就是说没办法广学。那我们华人去，那就应该广学他们的精髓，他们也是从唐朝拿过去的啊。但是我们都应该把它学过来，然后呢把它扩散啊。所以希望各位这一点要有悲心。什么叫悲心？为对方想叫悲心。今天你学佛法如果不够悲心的话，那你只会学自己喜欢的，我认为我这个对。所以有时候我都跟他讲，我已经讲这么多次地藏经的重要，为什么？我有时候跟很多上师说，上师你们讲讲地藏经好不好，因为我们汉人呢，地藏经是我们的入门，对不对？汉人都是从地藏经的孝顺和入门，这一点你要度汉人呢，应该看看地藏经，讲讲地藏经啊。所以若人居悲心，如诸天神，如此福报自在，百千万生永离彼贫乏。所以各位要不要福报无量？要要，你没有福报怎么度众生呢？对不对？怎么利益众生呢？所以要有悲心百千生呢。第七，来，若人亦执持如今可贵重，复安住悲心，思为无尽宝。无尽宝就是如意宝，哎呀，要什么你就给什么，要什么你就变什么啊！如果一个人义，就代表心正直，归三宝，所以我就不虚伪，不谄曲，不欺狂，不骄傲，也不自卑，我就老老实实的念佛念法念僧。如果一个人有这种直心啊，这人心肝好好啦，讲话虽然较粗，但心肝未歹啦，直直啦，就是这个意思了，直直。特别你皈依三宝更要直直啊，那你就像黄金一样的贵重。如果你有这个直直心，直心是道场，复安住悲心，不起嗔恨心啊，永远只有悲悯众生，那你这个人是如意宝，世间的仁波切啦啊，仁波切就从这个来的，安住在空性正见跟大悲菩提心，名为人中珍宝。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不要虚伪狡诈，直直心是你看到真相，诸法因缘所生起，本体皆平等皆空，要有这个直直心。念佛也要有直心身心大悲心，一心念佛啊，永不退转，所以往生净土，而且更愿众生都能够往生净土。第八，若人具精进，常勤求正法，以悲心明灯，为说除疑暗，常于昼夜中不舍其悲意，随其所至处要说而无懈。所以各位要很喜欢跟众生说离苦得乐的佛法，永无懈怠，永无懈怠啊！我想生命的意义就是能够弘法利生嘛，所以做个菩萨要如此。所以如果人具足精进的力量，常勤求正法啊，能够利益众生，法门无量，我们都要去学。然后呢，以悲心明灯放光，把你所得到的离苦得乐的方法利益众生，以悲心明灯为所有众生说明消除怀疑无明暗淡啊，众生不信三宝，不了解空性，我们要想办法常于昼夜中不舍其悲意。所以我想各位呢，日日夜夜任何时间能够帮助众生呢，我们要想尽办法。所以各位不要谄曲虚伪。什么叫谄曲虚伪？我牌位一张100块啊，点灯200块，所以不要设计别人的钱，不要，千万不要啊！做生意我也是老老实实的把最好的东西供养对方，那这个价钱是比较平价啊，我也不会跟你讨价还价，这也是直直。
所以同样呢，我们弘扬佛法、讲佛法，千万不要为了知名度，也不要为了骄傲，也不要为了名闻利养才去说法啊。所以常于昼夜中不舍其悲意，我怎么样让我所勤求的正法让全世界都知道。所以随其所至处，不管到哪里呢，很愿意快乐的跟对方讲了这个离苦得乐，而且是对治他的根气，不是说我只讲密宗，我只讲华严经，我只喜欢念这个，而是随顺众生的需要啊。最近有人问我说，师父一辈子光念大悲咒会成佛吗？我说不能讲能不能，如果你知道念大悲咒的动机，以及你了解观音菩萨的心，那你这样任何法门都是个方便，方便就是要我们有佛的心佛的意，那你可以这样念。但是如果你要广度所有众生，那你要站在众生的立场，这个人喜欢地藏经，这个人喜欢念佛，这个人喜欢吃素，这个人喜欢布施，那我想那你要为众生而去了解这个法，来引导对方。所以站在你个人，你可以一门深入，但这个门讲的是透过大悲咒，透过念佛，让你安住在空性菩提心啊，让你在净土一样，那可以。但是针对众生，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要讲出药师佛的法门，而释迦牟尼佛要讲出极乐世界法门啊？那释迦牟尼佛是随顺众生的根器因缘而说法，所以那当然我们应该要参与多一点，看你站在什么角度。所以我希望各位要学习说法啊，要说而无懈怠啊。那千万不要说啊，我懒得跟你说了，没关系，今天不行，明天再跟你说。明天还不能跟你说，我也回向给你，我念心经回向给你，就在跟你说法。我这个人爱生气，我帮他念大悲咒啊，你嗡嘛呢呗咪吽，思维观音菩萨的心融入在他的心里面。所以做一个菩萨要让所有人感恩你，看到你对我有恩，所以我们中国人叫师父，师父啊，你如我父亲一样啊，给我佛法，让我有新的生命。爸爸妈妈给我们肉体的生命，师父给我们解脱成佛的生命，法身慧命。那一个菩萨不分在家出家，要让对方从内心里面感恩你，尊敬你，那你要表现出你的悲心啊！但是我认为这个都是修悲心的助缘，所以悲心即清凉，南无清凉地菩萨，习众生热闹，这个慈悲出来，所有痛苦都没有，令得上妙乐，后获真常果，让他现在得到殊胜的快乐，将来他就可以进入净土，常乐我净，成为成就佛果。若能安住慈忍无上宝，如果一个人修行人能够安住在这个慈悲忍住啊，你修慈悲，别人还是会攻击你、伤害你、骂你、毁谤你啊！你想要对他不施持戒，对他那么好，他还是会伤害你。但是你一定要安忍，所以慈悲忍辱才是无上宝，一切诸有情。如果你这样去修，以后看到你都像看父母一样，然后你引导他学佛，你讲请他吃素，别人口才再好，是个博士，请他吃素，他也不会吃素。所以能够修慈悲怜悯心，这是佛教的精髓，没有比这个更重要。佛教的精髓，佛教的基本道理是空性，佛教的精髓是慈悲，但是慈悲以怜悯心做基本，就不忍对方苦啊，不忍。所以能够修慈悲，这才是所有利益安乐的根本。如果一个人没有这种悲悯心，将来一定只有痛苦啊，轮回的苦。所以但是慈悲要以忍相应，既然你要修悲悯心，你要安忍了世间的变化，你吃素啊，你也会身体不舒服哎，对不对？吃素啊，什么太凉啊，吃素啊，缺维他命 B 啊，很多人讲法很多了啊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们要安忍于这个状态啊。所以能够如此，自他则无恼。你修悲心，又能够修忍辱，自己也不会烦恼，也不会让别人烦恼。千万不要让别人烦恼。
那修持忍的人，世间玄喜见，各位要有人缘哦。啊，像我师父哥说，哎呀，海涛，你过去是结的缘太好了。然后我去受戒的时候，90岁的那个女医生呢，还长得很漂亮，义工啊、哦。我经常生病就来看，还跟我讲一句话：“你这个人是万人迷。”我都不是刮青的万人迷。我那时候我还想，今天我是讲，哎呦，人家有神通呢。啊，因为我那个时候出家，我并不想要什么弘法利生，虽然我有这个动机，但是我觉得我这个人就好好的忏悔，好好的打坐，好好的20年深入经藏啊，然后呢忏悔业障，所以现在能够安安静静就不错了啊。但是现在想一想，那也是过去修的啊，那人家才不会讨厌你。就像我师父说了，海涛海涛，天天在电视，你不要让人家看到你讨厌哦。啊，你怎么装的让人家不讨厌你？这没办法装。就是说你的动机是不是个悲悯心，不管你念经啊、念佛啊、讲课啊、带活动啊，你要让对方感受到你的慈悲。只是对我来讲真的不容易，但是我一直练习，我一直练习这样啊，所以现在还故意在带团啊，像这次我们带团去 Okinawa 琉球岛，40几个人，有很多不认识的，但是我们一定要让他吃得好啊，睡得好啊，安排他的时间啊，啊，这里面有钱没钱都是我们要服务的对象，因为我是一个领队嘛，啊，那我总要去照顾一切。那各位，我想这个就是修行，要故意安忍在这里面，然后呢，别人可以讲说，哎，师父你蛮慈悲的，阿弥陀佛，修得不错，演得很像，啊，努力努力再努力。啊，所以那是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，所以这样人家才会接近你，你才可以把佛法给他。所以世间玄喜见，后得升天中，修慈悲先人不会堕落三恶道，大福报升天，乃至往生净土。所以大家来，当愿众生修慈悲忍辱心，福报无量，向好庄严，众生欢喜尽，人天咸清净，弘扬一正法，普度诸众生。德亚塔班赞者呀，阿瓦波达那耶梭哈。各位拜托拜托，把这一本全部看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收集了很多经典里面的精髓，就是从各方面来谈慈悲，以及如何修慈悲喜舍，以及菩萨应该菩萨四法、菩萨十法、菩萨32法。那么虽然一本小小，你回去以后哇，太殊胜了，太美妙了啊！然后把这个佛的思想融入在你的思想，叫法入心。那你的外表、你的皮肤哦，你给人家的感觉就变了，因为你是一个修悲心的人。所以我在这边也很慎重的宣布，希望我们慈悲置业的所有信徒、所有义工、所有法师，我们可以不需要有很高的能力，但是我们要给别人一个慈悲的感受，也不要一直给人家募款，好不好啊？哎，很多居士，师父我来帮你募款，那大家看到你都怕，哎，紧要过来，急速要过来啊，啊。所以很好像不给钱就不好意思，我认为千万不要，我们是劝募大家发慈悲心，而不是钱，了解吗？啊，这个钱只是一个慈悲的方便，慈悲是当下的，待人接物啊，路上的小猫小狗，对这些帮你开车的人，路边你都一直展现慈悲，那我想这是现在的社会的需要。我们现在的社会不可能很多人在看很多经典，像我们这样整天在这边上课啊，那是要看这么多经典。那现在人就是见一次面，一次感觉，你必须从这个第一次的感觉让对方觉得你是一个可以尊敬的人，而且你有一种魅力啊。为什么你旁边这么多护法神怎么会没力量啊？啊，他们看到你就不一样，因为你不断的在保持这个悲悯心啊，一子一悲心啊，
如何修忍辱，这样呢为了引导众生离苦得乐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所以我们今年开始在世界各地成立慈悲协会、慈悲基金会，我在外面一直讲不是为了钱，我也希望降低金钱的需求啊。所以我明年我们把生命电视台可能第四台的花费太贵，一个月将近500万，并不是募不到这个钱，而是说会给信徒很大的压力。时机好不好啊？不太好，不能再给信徒压力了。然后呢，但是愿意看的人可以透过 MOD 啊，或者装小卫星啊，那都很便宜啦。甚至现在那个 YouTube 装一个电脑卡都可以，现在每一部手机都可以看得到。所以如果你有这方面问题，老菩萨啊，你都不要尊啊，你打电话来，我们会成立一些人告诉你怎么装，或告诉你儿子怎么装，你可以24小时免费看到啦。因为你装个小耳朵啊，装个机上盒啊，啊，或是如何如何。但是呢，所有的我们要为了修慈悲心而尽力啊，去助念啊，去关心老人啊，独居老人啊，这些单亲家庭啊，这些流浪动物啊，孤魂野鬼啊，包括世界各地。所以我们要积极从这方面去努力。所以希望大家加入慈悲志业，好不好？以慈悲的志愿做我们的所有的善业啊。然后呢，随着地方的需要做任何一件事情，包括希望各位来学敲法器，好不好？唱诵，下回我们办法会通通居士唱，好不好？看哪一队唱得好，对，一下他唱，哎，看那个比赛。那我们现在到处要组合唱团，慈悲合唱团，不见得说唱得好听，但是很慈悲就好，唱给老菩萨听，好不好啊？下回我带你们去魂牧区展现歌喉，唱靠调啊，唱个一敲多啊，因为你的慈悲心嘛，就可以让亡魂感动。老实说，我们在超度是不是在唱？超度就是在唱啊，心经往出叭叭叭叭叭一直唱。那么这些经文只是在表达一种悲心的力量，所以有了悲心，世界人喜欢听什么，我们就唱什么，对不对？哦，那唱唱大悲咒好听啊，因为有慈悲，那个大悲咒就好听啊，因为有慈悲，那个地藏经就好听啊。就像刚刚我带各位念这个偈颂，可不可以做成一条歌啊？哦，玛尼贝美吽五个字就慢慢念就好了啊，你就这样一直念，一直念，一直念。哎呀，那个经文美不美啊？好美！再讲一次，心美最漂亮。各位，你可以活到80岁、90岁，聊像德列莎，但是德列莎最美哦。啊，千万不要把美建立在外表。那你建立在外表，你会给人压力。今天我化妆干了，我化妆干了，你不看到啊？你已经给人压力，你已经给人家很可怕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的动机是在展现自己，而不是表达慈悲。所以我想各位女生，请你对你自己有信心，慈悲才是最庄严的。你也是悲心庄严啊，悲心地庄严，我想这个才是看不厌的啊。哪一天你往生了都还这么美哦啊，这么庄严的往生。那希望大家抓住这个重点。好，生命电视台就是打开您的心，打开您的心，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，把爱、慈悲、平等、清净